大家，我呢度咧少少，大家分享一下呢個我哋藥師佛嘅心咒。大家都知道藥師佛嘅心咒咧，一個藥師佛係一個長嘅心咒，同埋一個短嘅心咒。咁而家咧，我哋喺呢個我哋嘅把盤入邊嘅嗰個藥師佛嘅心咒咧。是短的心咒，咁短的心咒，我哋喺大乘入邊講咧，係藥師光明佛，呢個係藥師佛嘅名。咁我哋喺或者係金剛乘或者密宗入邊講咧，藥師佛嘅心咒都係叫藥師佛嘅名。所以呢度咧，我哋喺藥師佛嘅心咒咧，我哋。Deyata Om Bekaze Bekaze Maha Bekaze Raja Samogade Soha 这个是药师佛的心咒，因为药师佛的心咒 OK， 大家 OK， 有些师兄或者有些朋友，如果你们是完全识念，完全又识观想的，自己有觀想 ，OK， 有啲師兄或者有啲朋友唔識觀想嘅唔緊要，但係呢個藥師佛嘅呢個心咒嘅意義或者係心咒嘅意思，由你自己明白，由自己知道咧，係由藥師佛念藥師佛嗰陣時咧，係又有我哋有呢個利益有意義嘅。所以咧，我今日我哋呢度咧，我少少啊。花少少嘅時間，去大家分享一下呢個藥師佛嘅心咒嘅有啲意思。呢度咧係我哋講係 deyata 嘅意思係點樣咧 ？deyata 我哋係有咁樣坦白講嘢咧，係 OK。deyata 嘅意思係，喂，而家我可以咁樣嘅意思，咁樣嘅，咁樣嘅。意思第二塔，咁呢度咧有 om 嘅意思咧係，其實 om 阿空 om 嘅意思好多把本好多修正入邊咧係 om 嘅意思，有好多嘅意思都係唔同嘅有意思嘅。Okay? 但係而家我哋藥師佛嘅心咒嘅入邊 om 代表吉祥 ，OK， 你哋要明白 om 代表吉祥。吉祥啊！跟住咧，我哋呢度有第二頭 ，om bekaze bekaze 嘅意思，意思咧係 OK， 叫藥師大師、藥師大師、藥師大師嘅意思啊！呢、這個意思第二頭 om bekaze bekaze 嘅意思係。Bekaze 的意思是大藥師大佛藥師大佛藥師大佛的意思啊，呢度跟住呢度咧係第一個Bekaze Maha Bekaze Maha 的意思咧係好大嘅，好大好大啊嘅意思咧 Bekaze 意思咧係 Bekaze 嘅意思咧係一個藥嘅名嚟嘅藥，所以咧。是大師藥好大的藥師佛，或者有一個好光明好大的藥師佛，藥師佛的意思啊！呢度馬哈比卡姐，跟住馬哈比卡姐，比卡姐，跟住咧呢度比卡姐拉扎，呢度有一個比卡姐拉扎，拉扎嘅比卡姐拉扎嘅意思咧係藥師。皇帝藥師的意思，藥師大佛或者藥師皇帝King的意思，King的藥師King，King of Medicine 這樣的意思，這個馬比卡姐Raja Raja的意思，印度的話是皇帝，所以這裡藥師皇帝藥師皇帝的意思，我哋拉扎
沙蒙格的意思是清净的意思，沙蒙格的意思是清净，清净药师，因为药师佛是代表清净，我们清净药师佛，清净药师佛的意思，清净药师佛和所有的众生，所有的众生都是好像自己，我们平时我们自己对子女，自己的身边的人好，对他们好，不变的有爱，不变的有这个叫做什么慈悲啊，慈悲爱啊，慈悲爱，好像药师佛所有的众生都是平等这样的，有慈悲爱心这样的意思，三蒙格地的意思啊，拉扎三蒙格地梭哈的意思呢是好的，总之好的不变在这的意思啊，这个你们要大家要明白，这个第一他安比卡者比卡者马哈比卡者拉扎三蒙格地的意思是大概是一个简单的意思是这样，所以我们希望大家是我第一头安比卡者比卡者的意思是点解咧？是咁样嘅，所以观想嘅嗰啲咩咧？系我哋有之前有我哋喺 Facebook 嗰度都有，成日都有播噶啦。跟住我哋喺呢个我哋喺直播入边都系观想嘅，我哋咁整得咁好，整得咁辛苦嘅，所以大家唔使讲咁多，嘥时间喺度。所以大家可以了解一下我哋觀想嘅嘢，咁咪觀想到咧，自己係觀想係一個第一觀，觀想唔到唔緊要，你自己有清淨嘅心，清淨嘅菩提心嚟度或者係幫其他嘅眾生，幫其他嘅人嘅動機嚟，我哋念呢個藥師佛嘅心咒，好嗎？